哎呦，被下单了！哎呦，277个收藏。易阳同学建议，如果等会儿他没卖的话，你先下架一下，因为等一下大改啊，万一改好了，不就更好了吗？大行武器应该是历史的最低点，大改马上正式放出，快点下架。就是这件无极饼，让老王极力劝阻，只因我们前几天了解到的大改中，多个门派有了新变动，特别是大唐，极大可能会引起这把武器的价格。这是一把总伤高达841的无级别巨剑，有着277个收藏，目前状态已经被下单，显然价格是不贵的。别看这个造型不讨人喜欢，但是这把武器是可以转成剑的，只需把燕无师转造型为剑侠客或逍遥生，就能实现转化。来展示这把武器的同时，号主还带了数万元的军火。废话少说，直接开炸，来波沉浸式快速鉴定。数万军火不到3分钟就解决战斗，可惜的是这波军火全为分解或幻化。老王随即送上真挚的道歉，这波可太别致了啊！不要给大哥道个歉了啊！